哇，姐姐跟弟弟的捕鼠器抓到了一只老鼠了。那是我跟姐姐的。你看，它这个捕鼠器，他它就现是，在很怕。你说老鼠吗？我刚闻到一股老鼠尿味，难是怪哦，他很怕。姐姐帮我转过来好了，我看一下怎么样拍到它，它一直不在，不转，哎呀，可恶，拍不到，在这里，它在这里，它想要出去，因为它知道门口在这边，它想要出去，但是它出不去。聪明。来，我们把它放下好了。好聪明。我再找时间把它放生，嗯，好不好？把它放生，然后不要再进去我家了啦！我家不多食物。不是，最主要是它会咬坏我们家的东西。啊，是哦。你看这只的话，应该是小朋友老鼠，有你没有觉得它是小朋友老鼠？不觉得。它是小小只的啊，它应该没是。有啊，好可它爱哟、你说它跟已经仓跟鼠？小白杯一样了。是哦，对啊，那我看看小白杯现在已经快两岁。它是小仓鼠啦，我觉得它，哎，它是小老鼠，我觉得它不是很大只，它应该是小只的。对啊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小老鼠的便便是黑色？所以有没有看到这种？有看到这种便便，你就知道说我们。可是爸爸小妹妹贝贝也是跟他一样的。对对对，因为老鼠的话，便便大概就长这个样子，所以以后看到黑色便便，你就知道说我们家还有老鼠，知道吗？